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。那今天是那个大年初二，那我刚好累积了20张这个强者招募券，那我现在来抽这个24，看看可不可以抽到 SSR 的铜币或者是原子武士。好，我要开始抽喽。抽台戏就是粉丝，我用第一次就是 SR 呢。早速調査を始めます。弹簧胡须。我抽到元素太爽了啦，我太夸张了，我竟然抽到元素，我抽天哪，太夸张，我真的抽到，太夸张了，真的是有姐夫加持，有差，好，再一次，花多少钱？不是很强啊，我再玩一个，花多少钱？哎，真的没有，我没有花钱啊，我现在身边很多人一直在看我抽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再一次。这没有抽到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叫他们大好評売り出し中の永久ヒーロー。还好，要紧。对啊，这还刚刚是很强。OK， 我抽到原子武士，好，祝大家也跟我一样好运，谢谢。六六六。